儿子给你认错，你太狠了！然而是你的亲弟弟，你竟要斩断手足情，你不配做我的儿子。那要怎么样才配做爹的儿子？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在努力做爹的儿子，府里上到老太君，下到扫地的丫鬟。 都认为我不配做爹的儿子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萧夜庭是万世生的孩子。我这一路走到爹的面前，就是为了让爹能认可我这个儿子。那你就用这么卑劣的手段，你真是一点良知都没有了！良知，他和爹爹的爱一样。 对我而言，太奢侈了。阿娘为了让我和弟弟能一样去官学读书，她宁愿忍受嬷嬷的辱骂，甚至殴打，而我作为将军的儿子，因为没有身份。 在学堂，也必须忍受霸凌和欺辱。每逢团圆之日，阿娘都带着我跪在将军府外，就为了能和爹爹见上一面，让我感受家人团聚的温暖。为何我不曾知晓这些？因为我阿娘对您只字未提啊。 他一直教导我，成大事者必要忍辱负重，因为只有这样才配做爹的儿子。爹，婷儿纵有千般手段，也不过是想站在爹的面前得到您的认可，哪怕是跪在将军府里。 也是爹能看得见的地方。婷儿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有一个女人告诉我，想要得偿所愿，就要直视自己的欲望，不能委屈自己。 延平公主驾到！公主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公主责罚。罪肯定是不能免的。 我只离开京城数日，是谁这么大胆子，竟将我的驸马伤成这样？大公子。 大公子，你该上药了。恭送公主。
二公子笑什么？我在看好戏，而且接下来的戏定会更精彩呢。谁啊？是我。大公子，大公子有何事？我想来看看你。太晚了，我已经睡下了。那我隔着门跟你说几句吧。大公子想要说什么？其实很多事情我也身不由己。我知道大公子想要说什么。大公子以后不必再来找我了。我虽对大公子有意，可并不想插足你与公主之间。毕竟你和公主有婚约在先，从此以后你不必再来找我了，我也会收起对大公子的心思。潘梦，你听我解释。那日你重伤，你问我是否心里有你，我的答案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大公子，我心里确实有你，可是那又能如何呢？你是要做驸马的人，要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我不想耽误了你的前程。班某，下雪了，大公子请回吧。叶婷哥哥，你吃菜啊。我今日来是想跟公主说。我知道你是想说婚期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，是得提前婚期了。我现在在将军府的状况你也清楚，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朝堂之上，为太子分忧，所以关于婚期的事。对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叶婷哥哥，今日我还请了两位贵客和我们一起吃饭。